主料：面粉300克，猪肉200克，辅料：酵母、盐、酱油、料酒、小葱。准备时间：2小时以上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面粉中加入酵母，温水和面揉成光滑面团，醒发2个小时。醒发完毕的面团二次搓揉后，揪出剂子，改成坯子，注入洗净做成肉泥后，加料酒、盐、酱油和小葱，拌成肉馅，放在包子皮上，包成包子。全部完成后，凉水上锅蒸15分钟，需蒸5分钟后开锅。烹饪技巧：肉馅中加入料酒，可以去掉猪肉的膻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